我九条街系嘛？ 何だ、余計なこと聞くんじゃない。来い。やだ。 要操你我头嘅！咁啊，大家一齐，呢只麦是要给到大家，阿米古阿米古，Don Juan Pulgar，大家好啊！
かったようだね。どうかな。识得我咩？哎，好啦，你跟我翻去啦。咦，你好新手喎、不过可惜啊，我唔会跟你翻去嘅。系咩？八德荣先生。是不是死黨先？咁梗係啦，唔揾你幫手做咩啊？咁即係可以講老實説話啦。嗯？我驚你今日冇咁順利啊。哦，
你怕我爹哋知道我结婚嚟搞破坏啊？唔会啩，咁秘密。都唔知点解我爹哋点解咁中意佢。唉，点都好啦，结咗婚先算。我唔系讲你爹哋啊，我讲新郎哥啊，小姐。放心啦，我前几晚先同佢讲个电话，佢仲问我中唔中意结婚礼物啊。佢会喺香港搞掂新屋啲嘢咧，就会飞过嚟同我会合噶咯。唔系啊嘛，你结婚咁大件事，几日冇同佢讲过电话啊？有有啊，有啊。不过唔知点解打嘅都系留言信箱啫嘛。留言信箱啫嘛，冇理由噶。日子时间佢定嘅。So， 班机 delay 咯。咩事咩事？我打去航空公司问过，原来班机四个几钟头之前已经到咗噶啦。或者你搭咗第二班机咧？我哋 check 过晒其他航空公司噶啦。可能佢唔中意搭飞机，中意放飞机咯。仲有啊，下边话我哋过晒钟唔可以再等啦，咁点啊？今天结婚，今天几多号啊？哎呀，个锁系我装，我梗系入到嚟啦。我系呢间屋嘅室内设计师。哦，装修个不大用啊。喂，啲嘢搞掂晒噶咯，你仲嚟呢度做咩啊？你都知搞掂晒啦。做咩啊你？你做咩啊？你做乜嘢而家？我揾你老公。咩老公啊？我未嫁噶。未嫁或者你同居咯，或者情侣。我都唔系好想行嘅，我想坐喺度。你话俾我听佢喺边？我做咩话俾你听佢喺边啊？你而家亂闖私人地方，佢揾人拉你噶？咪咯，報警啦，即管報警啦，睇邊個犯法。唔係老實話俾你聽啦，我收咗美琪啦，283,7695啊，啊，睇下，睇下邊個簽名？點會咁噶？我都唔知啊，大佬啪啪聲啊，空頭支票啊。數？喂喂，數緊而為，喂你攞張車去邊啊？喂，張偉思別職啊，攞翻嚟。喂，你講我信㗎啦，我點知你講啲係咪真㗎？我真係發覺你兩公婆都天生一對嘅，一個玩失蹤，一個玩無賴，話俾你。你又無賴啊！仲俾我揾唔到機票去動物園，哇！有錢去動物園，冇錢還債，你正係高級無賴嚟嘅。咩啊？有錢係富貴自己，陰質係人哋。我聽，好彩你唔係咁靜。今日點啊？如果我兜錘打到你360，再加你個782轉體嘅。咁好數口，唔好去做貴你。咁好打去做打手一扮，做咩嚟做裝修啊？我係 designer， 我識計數，唔該你麻煩點樣 check 我？話俾你，好男不與惡婆鬥，話曬我都係 designer， 我有修養。
你的 passport， 你們的登機證，現在可以上機的了。Thank you。我不是跟你一起的。你講笑。給我啊！你為什麼跟著我啫？去日本旅行，我們老公啊，你即刻老千家族嚟嘅真係。你究竟想點啊？想點？唔跟你跟邊個？人衰行路打到褪 ，lift 又壞埋，你估李克定果克啊？我嚟啊！哇，係、哎！啲人，喂，真係使拎咁多嘢啊？你諗住移民啊？唔翻嚟啊？不過話時話，如果移民冇嚟拎一個 gift 咁少嘅，喂，但係呢個 gift 青 BB 都唔係好襯你嘅。你中意綠色啊？喂，哇！咦，原來一個，哎呀，咁蠢嘅，一早咁樣拎咪得咯，真係。不話時話，你唔講嘢咪會口臭嘅咧嚇。問埋呢條啊。喂，喺呢度啦，高橋裕二啊，靚靚。喂，等你見到佢斯文啲啊，追數還追數。得啦。追數啊，快啲還錢啊！是不是搞錯了地址啊？吉屋一間，佢連屋都搬埋。喂，佢丈夫嚟喎，你都知啩？我唔知啊，佢連結婚嗰都冇嚟到啊。Sorry， 高橋，咩人嚟噶？你識唔識佢哋噶？唔識噶喎。上位啦。誒誒 ，Jojo Jojo， 佢講咩啊？你捉我哋喎、啊？唔係啊，搞錯喂！我諗你搞錯喂，同佢講清楚，搞錯我哋啦喂喂。你都知嘅哟，今晚家族人家嚟嘅 show， 我哋先話搞幾耐嘅哟。喂，你咪同我哋講咗，叫你唔好打佢啦咩？講咗啦。唔打㗎。啊！講咗未㗎？講咗啦。
私を知ってるの？ユージに頼まれて私を探してるの？タロどこ？後でわかるわ。喂，你识佢噶？好彩我突然出现咋？如果唔系你真系大剂啊！喂，头先嗰班友咧识中国功夫喎，几犀利噶，有机会同佢接触下先得噶。喂，同我讲声啦，多谢啊喂。啊，ほっといていいのよ。めんどくさいやつだから。讲咗啦。啊，系啊。佢叫你收声我。佢嘴冇喐過，佢笑一笑啫嘛，你屈到笨啊！我一定教你噶，我都識日文噶。Hello Hello 小姐，你好靚啊！收爹啦！しっかり捕まってて、また追ってきたわ。Macy 小姐，歡迎你安全嚟到東京，幫我及住下呢嗰班馬騮佬。係，知道啦。我係想上面傾。請坐。點解你個個都識講廣東話嘅？你哋係咩人嚟？佢哋部使命同廣東話，佢哋聽你羅沙啊嘛，你都係啦。中午快啲就開，得啦。我叫林桂仁，中國人，阿里沙，早百合，大早救你嗰個叫直美，佢哋全部都係我助手。阿魯日本人，老闆娘夏威夷日本人，我哋全部都係好人。This is my name card。林桂仁，咦，你系私家侦探嚟噶？长话短说啦，今日袭击你嗰班人就系东京神户组组长伊藤武嘅手下，佢哋捉你嘅目的就系同你未婚夫高桥如意有关，所以你而家嘅处境好危险。切，你讲我哋要信要咯。阿 Macy 小姐，你唔信我都冇办法，佢哋早已经派咗人嚟香港揾你，但系估唔到你会亲自送上门。诶，呢边啊，唔该。点解你知咁多嘢噶？再多都知。譬如話你幾揮得下咁啦，你又知？點解佢哋要捉我啊？點解你要監視我哋？
他們捉你和我監視你的目的都是一樣，希望在你身上找到高橋。高橋有什麼問題？老闆啊，是這個故事要由個零兩個星期前開始講起。花膠攞唔到我未啊？咦，好衰嘅，你都話仲有五次咯！嚟嚟嚟嚟嚟，唔好爭，唔好爭，唔爭！哎，開門，開門，門鐘響，有生意啦，快啲！快啲啦！哇，使唔使飛入嚟啊？好趕住玩啊！じゃ見えないよ。日本最大の組織、神戸組六代目組長、伊藤隆。隆じゃない、武志だ。変な名前だから。日本語もろくに喋れないのに探偵やってんのか。俺は気に入ったぞ。悪かったな。俺は頭を使うんだ。だからお前に頼みに来たんだ。堂堂一個黑幫首領，手下咁多人，使嚟幫襯我，但諗深一層又唔出奇啊！你啲老婆出去勾佬喎，俾自己兄弟知道咪好冇面，咁揾個日文都講得唔好嘅中國人嚟查，萬一洩漏咗出去啊，你都唔會信啦，大不了咪殺埋我。嚟啦！高橋来了。君が今日撮った素晴らしい作品を俺にも見せてくれないか。いいよ。只不过好快俾我查到呢个高桥裕二啊，系一间美资投资公司嘅亚洲总裁，时时喺香港、美国、日本几边走。佢捞得好掂，有几个日本黑社会都系佢啲大侠，包括伊藤同埋美雪。出るやつって助かったよ。仕事の話はこれで終わりだ。今夜楽しもう。ありがとう。雖然我係私家偵探，但我份人冇乜所謂嘅，有錢揾就揾噶啦，最緊要大家開心。
ああ、紹介するよ。彼は林隆人さんと言ってね、中華街で一番有名な探偵で、僕のパートナー。どうも。何かあったら面倒見てやってくれ。あ、そうですか。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乾杯。我都覺得奇怪嘅，周圍同人講話我係佢好朋友，仲話係 partner 添。嗰日我翻到偵探社，伊藤同佢啲人已經喺度等緊我。我正想話將啲相一相而埋，誰不知？私もらうのは随分遅かったな。俺の女が高橋と一緒に逃げた。最後に見た人間だろう。お前、高橋と親友らしいじゃないか。奴は今どこにいる？知らない。知らない？知らない？ああ！源。后来终于被我查到，原来呢只美雪咧系伊藤身边最得宠嘅女人，佢一直帮伊藤掌管神户帮里面嘅主要财政，所以帮里面大大小小嘅事情佢知道得一清二楚。今次同高桥走佬唔单止立咗一大笔钱，仲攞咗帮里面一样好紧要嘅嘢，我嚟做护身符。至于系咩，我未查到，佢哋又唔知去边度疏符啦。我啊舐咁轻，事关全世界喺度刮紧佢哋，包括同佢有拉楞嘅人，即系我同埋你。总之高桥一日唔出现咧，我哋都冇好日子过。傻仔嚟嘅，报警咪得咯，咁简单。阿边个嚟做圣可？乜边个啊？北大勇先生，我 designer 嚟。怪唔知冇乜分析能力啊！你当我傻仔啊？我早就报咗警啦。总之冇死人冧楼，佢咪同你备案咯。得关人理你啊？咁系你又咁醒，你搞得掂噶啦。而家我哋搭埋一只船，希望你可以帮我手揾到高桥出嚟。林贵人先生。你估我信唔信你講嘅嘢咧？信唔信你自己決定。咁大劑啊！哇，認真 bad taste 啊！喂，有好嘅唔揀揀件咁嘅嘢，好彩你未嫁俾佢啊！真係。哇，你咁講嚟噶？乜嘢啫？我費事人哋傷心啊嘛。你收地啦！要找一個安全的地方讓你休息先。高橋裕二，日本人，美国出世，美国长大，呢啲我全部都知啦。佢喺投资公司究竟系做咩生意？我唔知道。我喺日本读书嗰时识佢咧，佢已经好叻噶啦。但系佢好少睇佢啲公司。咁你身边有咩亲人朋友咁咧？佢冇咩朋友噶，亲人都唔喺度。佢有今时今日咧，全靠自己得翻嚟。佢最近有冇同你提过有啲咩麻烦？好似佢啲咁叻嘅男人，有咩麻烦自己都解决到啦。离谱，讲四句都赚足四句。唉，咁你平时倾啲咩噶？我哋平时倾啲乜嘢唔关你事啦，系嘛？啊，不过佢好有修养噶，唔会乱咁讲嘢。有修养你就知，你平时冇同佢倾偈，有冇了解佢就话嫁俾佢系咪噶？而家系你嫁定我嫁？即是你一直都不知道他跟日本的帮会有来往，更加不知道他跟帮主的女人有路。
我點知喎？或者忽然間轉咗口味咧 ？OK， 我同佢一齊，因為我中意佢啲錢。你答我啱唔啱聽啊？我聽日就要翻香港噶啦，就當我冇識佢呢個人啦。你都唔好再睇佢。Sorry 啊，我幫唔到你哋，我休息。不如你刷牙先啦。喂，你咁講咩意思先？我想幫你啫喎。你口咁臭，刷牙先啦。我翻房先。大佬，系啊，大佬，系，我真系会还钱你。系，我知。我再讲一次，我真系会还钱，但系咧，我真系俾人害，我翻嚟分期。你唔好讲粗口啦，嗰女仔。佢都好慘。喂，早晨。咦，有衫換嘅，揾翻阿嬌啊。我冇曬事噶啦，我今朝去咗買衫，準下自己咯。靚唔靚啊？靚啊！讚我靚，請你食早餐啦。美味しいですか？美味しい。Thank you。話使唔使啊？花悲憤為食糧啊！喂，你差唔多要搭車要去機場噶啦，我咧就夜啲 shopping 先翻去。但我冇理由掉低呢個人唔理噶喎。一於係咁啦，你一搭的士去機場，使乜驚啫？咁啊係，條命係你嘅，你都唔擔心，我使乜擔心？啊係。埋單啊！俾你噶。俾我？記住啊，332335。提款密碼嚟噶，户口度咧都仲有十幾廿萬嘅，但係還住俾你先咯。喂，咁即係點啊？咁即係當係幫阿高橋還錢啦，定係你借俾我？點都好啦，成件事都唔關你事嘅，咪就當我幫佢還住錢俾你先咯。仲爭嗰筆咧，我就冇啦。如果第日真係見翻佢咧，我一定會幫你追佢。332335 33 23 30 都唔錯啊，幾好啊！都話唔講咗俾你聽噶啦。阿樂嫌下低又粗咗少少，不過點都好，我都收起佢噶。夠唔夠錢啊？夠啦。成田空港までお願いします。はい。彼には帰ってもらった。これからどうすればいい？はい。わかりました。死白妹，早知你有警棍。どうぞこちらの方に。こちらはプライベートオフィスですか？何かご用ですか？何を言ってるか分からない。帰ってくれ。はい、メイシ。元気？はい。今日はここまででいいよ。お疲れ様です。どうぞ。赤川さんと連絡を取るように言われて、いなくなったんです彼。僕も探してるんだが。結婚すぽかされて、私彼を探しに日本に来ました。彼に何かあったらと思うと心配で。大丈夫だよ。彼は何か特別なものを君に預けた。そこからたどれば分かるかもしれない。
にないです。よく思い出してみて。例えばセーフティーボックスの鍵とかディスクとかメモとか。ダイヤってもう一回出てってください。バイバイ。何か飲むものを聞くの忘れてたね。コーヒーでいい。お前そこで何やってんだ。眠くない？これから僕の言うことに答えてくれ。いいね。はい。何だ。上面側楼，一箭入河入咗去。赤川事务所啊。好鬼死抵石嘅啫，你喺度帮我及实啊！系。Hello， すみません、赤川さん。啊，傻仔有 lift 都唔搭，梗系跑楼梯点？上车啦，高手！你讲咩事啊？你几耐？咪喺你第四招神龙摆尾扇脚，跟住嗰个大海无量打埋墙嗰时到噶咯。哇！你冇搞错，你睇住我打你唔帮手。哇！你咁挥得，我使唔使帮手啊？哇！你又精啊！我话打你又英雄救美。喂，咁自古英雄就救靓女噶啦，咁你又唔系英雄，靓女梗系我救啦，系嘛？系啊。哇！我睇到日本仔咧，唔知俾啲咩佢饮啊，饮到佢咁样嘅。你是 Macy 小姐？是啊。你为什么来日本找高桥？他答应跟我结婚，但没来到。他好像被人催眠一样，说话懵下懵下。一定是喝了美国特务机关常用的 TTTTT。TTTTT？ 好了，杯茶。Pill， they tell the truth。你怎么挑我，无缘无故说粗口？硬挑就挑啊。Till they tell the truth， 直到佢講真話為止，係一種催眠精神科藥物，可以令人嘅意志力咧減到最低。對於啲一般普通人嚟講咧 ，very effective。但係對於啲受過特別訓練嘅間諜，或者意志力特別堅強嘅人咧，完全冇用。高橋最近俾過啲咩你啊？有好多，係一堆婚紗設計圖。減肥餐單，
艾滋測試。喂，你見到佢語無倫次，好嘥汗啦。唔好問啦，喂，救翻醒佢啦，不如。如果要查，你自己查啦。我查過曬所有銀行噶啦。阿高橋除咗銀行之外，有咩地方有保險箱或者 locker 咁噶？有喎、啊，有一間會所。叫咩名啊？地址呢？唔記得啦。超乜都唔記得，咁死啦！我識去。點去㗎？我識去，識講。咁你帶我哋去咪得咯？喂 ，Macy， 喂 ，Macy， 喂，你醒啊！仲喂乜嘢啫？你同情下人嚟得唔得啊？人哋弱質旅遊嚟㗎。由得佢，弱力過咗就唔會講㗎啦。你係咪嚟追高橋數噶？你嚟追數啊，追女仔啊！你唔想水落石出嘅咩？我唔係唔想水落石出啊！你睇到人哋咁，你咁忍心嘅咩？喂，查案係咁噶啦，暈埋添啦，咁我好啦。阿親都暈咗，我話俾你聽啊，我忍你好耐噶啦，我真係想揼你一鑊噶。係啊，我好驚啊，我好驚你用嗰招飛龍在天嚟。我唔會用呢招啊，我咧我用橫財就走，啄你頭暈噶啦，話俾你聽。呀！我攬起手，我攬住你個麥門啊，攬住攬住。喺度我唔好阻住我揸車啊！好啊。好啊。我做咩喺度噶？你乜都唔記得？我記得赤川俾一杯咖啡我飲，跟住問我好多嘢。哦，誒 ，Miss 小姐，你想點啊？由佢啦，冇人當賊扮，係嗰赤川唔知俾咩藥你食啫嘛，唔係我哋啊。好彩我哋及時趕到咋。照計阿高橋咧就唔會咁蠢，將啲咁緊要嘅嘢袋喺個身嗰度四周圍走。起初我以為佢會將啲嘢擺咗喺你嗰度，咁萬一真係俾黑幫捉到都唔敢即刻殺佢住啊。但係頭先你同我提過，佢俾你啲嘢有咁多次。可能真的放在會所落架那裡。 Miss， 你想清楚，要查那些差不多過一段落了，留日本是很危險的。不是了，我決定明天跟他回香港。你真是天真，你以為回到香港就沒事？如果那件事對赤川和伊藤那麼重要，你猜他們會不會在香港找 Miss 了？給他自己想一下吧。好，我聽日帶你去間會所。啊！挖挖挖！潇洒的佢沖涼。Miss， 喂 ，Miss 唔見咗啊！啊？喂，我隔十分鐘 check 過一次，但係佢真係唔見咗喎。咁你沖涼沖咗幾耐啊？咁咪即係四十零分鐘到咯，真真諗咁耐啊！佢哋喺前面酒吧等緊我哋啊！嗱聲啊！もう飲まないでください。大丈夫。すいません。あと3杯。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これ飲むと酒を。冇乜嘢話。これ少咗太多自己啦。哦，你哋嚟咗，快过嚟同我饮啊！叫你啊，快陪人饮酒啦！做乜唔喐啊？唔系好紧人嘅咩？もう飲んじゃダメだって。なんで？もうダメ、本当に。ね？其实佢都唔错啊，人又靓，人品又好。我露出尾巴了咩？我露出条尾巴唔轮到你啊！
解我寸毛芳草咧？罐头都有啦，呢啲系用完抌嘅咯，唔好再索落去啦。そうそう、落ち込まないで。あんな男どうでもいいじゃない。冇咗个男人紧要咯，嗬？我知啊，我系冇咗个男人，但我唔单止冇咗个男人，我仲冇埋自尊啊！但系我多咗一样嘢，就系一个永远对唔到嘅承诺。好唔甘心，我同屋企人反曬面，一個人嚟到日本揾佢，咁我真係貪佢啲錢咩？真係好中意佢噶。昨晚系咪饮咗好多酒？好似呢边转右啊，系咪啊？前面转左啊，呢边转右啊。我琴晚系咪好丑怪啊？真系转右咧。嗱，唔好扰乱晒人喎、啊！明明前面转左啊嘛，转左转右，咩事小姐？前面转左啊。嗱，系咪咧？转左啊！你搞错咧，都话包拗颈嘅啫，你话咗转左就转左啦。好鬼死刻意嘅你，你话咗转咗啊嘛，转系油啫。冇嘢讲，谂过第二啲嘢讲咯。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受付どうぞ。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お名前お願いします。高橋裕二。こちらに番号の入力をお願いします。ごゆっくりどうぞ。好多嘢都用呢个密码嘅。喂，小姐啊，帮我查一间会所的资料。是。高桥带我来那里几次的了。喂，咪住咪住，大家想清楚先。如果 locker 里面真的有料的话，比现在更大镬噶。走先啦你。黐线，我点走先啫？人都知道我同你一起的啦。喂，老细，呢间会所原来神户组伊藤开噶。走。喂，点啊？ようこそ我がクラブへ。私は伊藤と言います。あなたとあなた、すでに私たちの子分にお会いしました。この方は。まあ、それは大事なことではない。あなた方が高橋のロッカーを開けたということはだ。奴と何ら関係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だ。このまま帰
返す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そうですね、こいつらを捕まえろ。
我九條街係嘛？几型喎，借支出嚟睇下，未见过啊！呢支系嘛？系啊，梗系唔得啦！啊，咁孤寒。哇！靠害啊你，唔该。喺日本好难买枪噶喎，点解你会有枪？你究竟系咩人？我玩啊！咪陣間走火啊，死人啊！真係，你個黑社會大佬伊藤請你查佢老婆，又可以追殺你，點解佢頭先唔識你？高橋同黑幫兩啲嘢係咪假噶？啲相都係假噶。有啲嘢我唔講啦，俾你聽住。咁唔講得落車啦。信我啊！呢單嘢兩個搞唔掂。如果信佢真係死啦，落車啦。林贵人，你讲系咪全部嘢都系假的？啲相系真的，高权黑帮两走佬都系真的。落车，落车啊！唔好查落去啦，不如翻香港啦，话晒自己的地方，有咩事都有人照应噶嘛。我而家唔想跟你翻香港啊！呢事系真系假，我都好担心高桥安全。我真系报警。报咩警啊？冇用噶，你听唔到怪人讲咩？警方唔会相信我哋讲嘢噶。你识呢个人咩？佢讲嗰啲嘢冇句真噶。你车我去报警啊！好啊，你睇嗰边。喂，老细，系我啊！你要我办嘅事我办妥咯，而家机场附近咯。放心啦，总之我收得你钱，我一定会安全送佢翻香港嘅。好啦，等我消息。Miss 小姐咧？你识得我咩？系
哎，好啦，你跟我翻去啦。咦，几好身手喎！不过可惜啊，我唔会跟你翻去嘅。系咩？先生，我老细神机妙算，早知你会嚟机场啦，加一条路啫，我哋实运到你噶。你又系林贵人？A.V. 女郎啫，即系成班咧，系咪黑咸片噶？哎呀，哇！做咩咁大力啊？咦？日本人先唔坐后边啫。收声啊！喂，你日本人嚟噶？收声啊！我早知你咪即刻侦探啦，你够惊咩啊？秒查咩你？北大勇私家侦探。北大勇先生，香港人，29岁，自细醉心武术，不过无心向学喎。17岁由香港走到去中国参加国家武术学院，仲先后夺得4届个人武术冠军。咁劲，有冇读错啊？94年喺香港开咗间智勇侦探社，仲自己做埋私人保镖添。有冇咁犀利啊？有啦，我唔充当，人哋都未讲完。喺3个月前。你開始收大令銀行總裁每個月12萬元，任務係假裝室內設計師接近高橋，調查高橋嘅背景同埋佢追求 Miss 小姐嘅原因，即係總裁個女啦。可惜你仲未查到高橋有咩古惑，哼！細估唔到呢單嘢咁棘手，連人保護唔到不特止，人去咗邊你都未知啊！佢講得啱唔啱啊？你話時話，點解查得咁清楚嘅你？好簡單啫。我揾啲手下查呢啲，查嗰啲，查你身邊嘅人，特別係你啲夥計喎。沙姐啊，發散啲人揾咩事？係，好方法啦。其實我查過你，你唔係私家偵探。你12歲嗰年同你阿爸移民嚟日本喺度讀書，成績優異，但係畢業之後我查唔到，真係唔簡單。你係卧底啦、警察啦，定係日本廉警？點解要話你知啫？咁啊係。嗱，見大家相識一場，我都唔想見到你好似一隻盲頭烏蠅咁中嚟中去。呢單嘢唔係你想象中咁簡單。你係一個2打6嘅私家偵探嚟嘅啫，呢單嘢你玩唔起嘅。翻香港啦，我會幫你及實咩事嘅。喂，但我去緊機場噶咯，你請我翻嚟啫。少少技術上嘅錯誤，其實我哋想揾咩事？都係錯，可以咁講，唔好意思。而家我放你，揾人送埋你去飛機場。你唔會搞嗰陣我？梗係唔會啦，我都衰到貼地啦，我諗住執包袱走噶啦。唉，話時話，你咁神通廣大，有仔對嚟。撇你啊撇，唔好問咁多嘢。哇，得啦。唉，鬆曬啦呢部下，真係要鬆嘅鬆。哎，喂喂喂，我引你来，边镬我唔打你咧，我啲仔都唔好落，嚟啊！死仔嚟哇，恩将仇报，我惊你啊！你就知啊，電你添啊而家。
播電噶。如果我驚咧，我唔係一定要用電棒嘅，我用拳頭都得噶。我先打爆你個鼻，擸埋你一隻眼，我睇你點樣着死咗。都唔係，我好憎聽到你講嘢，先扣你喉，你以後講唔到嘢好嘛？嗱，講我講，唔好打面啊！幾位貪靚嘅你，我信你啊！一張手。我是中日混血兒，隸屬國防部國際間諜科，即是日本警視廳公安部外事第二課警視證。不是很明白，即簡單一點來說，真是很厲害。那也是的，如果不是沒理由我查不到。喂，話時話你的 pass。pass 是吧？我最喜歡用個 pass 隊員的塊面來說話。啊，原來真的不是狗仔隊的。你也算聰明啊，懂得問我拿 pass。人咧就唔可以睇外表嘅。我想問你一個問題，高橋係咩人？來日俾美時陰嗰個叫赤川，佢同高橋都係屬於美國 CIA 人員。呢幾年嚟透過一間投資公司嚟掩飾佢哋自己嘅身份，後來仲籠絡埋神户組嘅伊藤武，利用黑幫嘅勢力將一批批 CIA 印嘅假日幣流入市面，等日元慢慢貶值。CIA 仲叫高橋喺香港追大利銀行總裁個女美時，同佢結婚，作為日後嘅部署。點知高橋同伊藤嘅女人通奸，所以佢就將 CIA 同埋黑幫交易嘅資料，連埋美雪手上面各位議員勾結黑幫同埋 CIA 嘅證據留喺身邊度做護身符。個零禮拜前，終於俾伊藤發現咗，於是高橋就同埋美雪帶咗神户幫一大筆錢走咗路。CIA 同埋黑幫揾唔到高橋，唯有向佢未婚妻美時身上面着手。昨晚 CIA 驚件事太過張揚，所以連赤川都調走埋。呢劑嘢夠大鑊啦啩？咁咩事咪好危險 ？Exactly 啊！咁我唔可以走啦，我要揾到佢先得。喂，我留喺度，我幫你手啊！點敢唔留你啊？你咁廢得，用咩打爛我塊面？お願いします。え？みんなちょっと聞いてくれ。何が？よく聞いてくれよ。あ、鈴木君。あ、君ちょっと聞いてくれ。ちょっとすいません。先ほど青島議員からこういう事件があると聞かされた。今朝会員制クラブクラブ A が襲われた。襲ったのは男2人、女1人の中国人。以上のことを頭に入れて捜査に当たってほしい。以上。はい。はい、なんだけどやんね。AV なんだけど。もういいです。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もういいからいいじゃん。絶対売れるっておい。なんだよ。そしたらいいじゃねえかおい。逃げられちゃったよ。我講咗嚟緊㗎啦，你聽到你好走啦嚇，好。
你哋唔惊嘅咩？仲走？我点走啊 ，Macy 小姐？又系你叫我嚟，又叫我走，我好难做嘅。边个叫你嚟啊？你发神经啊？喂，你打俾你爹哋噶嘛？你爹哋 call 我噶，我咪周身冇啊，星星保镖咯。佢咪就系你爹哋请嗰个打人唔系咁品嘅私家侦探兼保镖咯。我唔会再信你哋噶啦。诶、欸，你想点啊？唔好再嘈啊！杀咗你噶。好嘈！救命啊！我抵手请刘草松搣烂晒你衫，跟住又奸，奸完之后砰砰声杀，杀完咧隆隆咁奸，奸完又再杀。嗱，唔好嘈啦。咁搞翻我自己个脸系咪啊？画翻块面。喂，点？我原来我同你缺点一样啊，最紧要块面。我好想回香港，早点回去也好，我都知道这件事令到你很难过，既然证据都不在你手上，留你在这里都没用，因为黑帮不会在香港找你。喂，你放心，有我24小时在你身边保护你。多谢你，星星。哇！你個嘴邋遢啊，攞啲紙巾抹下嘴啊！潤唇膏嚟噶，我咁多紙巾嘅你，日本通街隨手可得啊！嚟啊，醒包你啊，袋住佢啊！喂，沙姐啊！喂，係啊，你行李我攞曬出嚟噶啦，你換翻件衫先啦，唔該曬。喂，走！止！我跟你说，どうしてここがわかったんだ？ティッシュをもらっただろう。新宿や池袋あたりでティッシュを配ってる連中、あれは全部うちの組が仕切ってるんだ。お前たちを捕まえることぐらい簡単なことだ。好鬼类似嘅，人哋派纸巾噶。喂，高橋はどこだ？組長が早く知りたがってるんだ。言わないとお前たちの命がないぞ。殺さないで。高橋を見つけることはできる。本当は高橋に呼ばれて日本に来てるの。メッシが分かんない。佢話佢同高橋夾計，中間係日本人可以同佢注意。私は彼と明日の午後3時に。同我約咗高橋聽晏晝三點鐘喺彩虹會所見面。你死白妹呃我哋，我哋咪呃佢。もし私を殺さなければ、彼を引き寄せることができる。山田。はい。取引成立だ。車に乗っていただけ。今夜はゆっくり休んでもらおう。はい。小心啊！佢哋揾到證據一樣唔會放過你噶。阿媽咧，今度は逃がさないぞ。殺だ！报警啊！唔系报警，谂住揾多啲人护送你哋去飞机场啫。老细，你冇事嘛？咁迟噶你哋？我哋一收到电话即刻嚟噶啦。咁而家点啊？诶，跟落嚟。咁我哋点啊？收工。睇下边个。高桥，我喺度嘅。喂，你捉咗佢，唔搞咁多嘢做咩啫？
唔係我哋捉噶，八日前佢同美少揸住架車喺北海道衝咗落山，佢昏迷咗入咗醫院，美少又入咗雪房。嗰邊啲警察根據佢嘅指模查到係我哋國防部要揾嘅人，於是喺高橋昏迷期間，我同上司又趕到去北海道接受調查。喂，冇啊，咩事啊？我打俾你好多次啦，都留意信箱嘅，記得啊，下位結婚噶啦，喺拉斯維加斯等你啊，拜。發生咗咩事啊？我過嚟揾你啊。高橋のフィアンセが中国人らしいな。君が彼女に接近して何かを探り出せ。そして奴らを全員捕まえるのだ。はい、わかりました。尋日佢醒翻之後，我哋即刻將佢運翻嚟東京，但係問件都問唔到嘢。後來仲俾 CIA 知道咗，即刻透過美國領事館限我哋24小時之內放人，仲話小條毛都升級為外交衝突。咁呢時人先係講大話，梗係啦，等你仲話人八婆，我諗佢諗住拖低日得一日啦，知道我哋身份之後，諗住我哋有辦法救佢啊嘛。喂，你用啲咩跳跳跳跳佢咪得咯？跳，佢接受過嚴格訓練嘅 CIA 嚟噶嘛，話過俾你聽冇用噶啦。咁你做咩今朝仲瞞住我哋啫？話你 Mason 乜都唔知，再講你哋聽咗都冇用啦，留喺日本咪就係危險。咁咪真係冇曬辦法？你點知冇辦法？咪講你聽下。どこに連れて行くつもりだ？哦，美國領事館啊嘛，嗱你醒目仔嚟噶，如果 CIA 揾到你，你知你幾大劑噶啦，一家便宜兩家著啦，你將啲犯罪證據交俾我，我就轉你做污點證人，釘死佢哋。你靠咁多，都係放我走，烏鬼死又性格嘅啫你，又棍一棍咬死你。奥利罗，大使館的人間はどこだ？別care。自己搞掂。你真的来了啊？快走啊，伊藤要捉你啊。すれば秘密も同時にすべて消えるんだ。それはどうかな。10日以内に俺からの連絡がなければ、俺の仲間が証拠書類のコピーを世界中のマスコミに公表する。当然日本の警視庁も知ることになるだろう。俺が長生きしないと困るのはお前の方だ。咩少少危險喎？做大事梗有少少危險噶嘛。銃を捨てろ！俺が逃げ切ったらお前の秘密は永遠に守ってやる。よし、分かった。結婚嗰日你冇嚟到，係嚟唔到啊？定係唔想嚟？
라임도 이게 죽지 마. 알겠어. 맞아. 오마이 고이. バカなことを言うな。あれを持っていれば俺の身の安全はお前に保証されるんだ。大切にさせてもらうよ。みゆきは事故で死んだ。あの交通事故で結婚式に来られなかったんでしょ。すまなかった。証拠は全部示してやる。Yeah.
Especially for you。哇！大細笑啦，嚟嚟嚟，我食完唔到證據拉埋其他人啦。哎呀，唔緊要啦，佢哋聽日都走咯，我哋開開心心歡送你咪得咯。誒，做嘢嘅嘢盡咗力嚟算咯。你一萬識到我呢個老友啊！我都成日戥寄人咁啦。係。Hello，超客啦！超客啦！超客啦！你唔要冤到探高橋啊？我可以幫你安排喎。我唔會去噶啦。 想嘅，我已经完完全忘记咗佢啦。唔信噃，嗯，我哋攞啲 TTTTT 嚟试下佢啫。唔使啦，女子就嚟啦。我今次认真噶，就算佢送俾我只戒指，我都可以。真系唔要？好出奇咩？我而家掉咗佢都得啊！我哋真系舍得掉啊！ 抌咗佢啊！唔捨得，我幫你掟啦。等我幫你。抌啦，要叫得聲，喂！抌咗啦，今次真係抌咗啦。 估唔到塊晶片塞埋隻戒指度。 <笑>我哋冇话俾我听，即刻即系犯罪证据啊！梗系啦，傻仔。ニュース速報を伝えします。警視庁から正式な発表がありました。指定暴力団神戸組組長伊藤武史容疑者とアメリカ国籍を持つ日系ビジネスマン高橋裕二容疑者が 正式に通貨偽造と偽造通貨行使の容疑で起訴されました。また3名の国会議員がこの事件に関与していたとの疑いもあり。我喺加勒比海喎，你喺加勒比海。麻煩你攞嚟啊！你爸叫佢睇實你嘅。日本政府咧已經承保障你嘅人身安全，不過我唔去得啦，實在太多靚女喺度等緊我。我都知，不如咁啊，你請我留低。 啲靚女俾錢請㗎，每次破完嗰啲獎金咧就俾曬佢哋，唔係點會咁薄咁索啊？咁講冇講過啦。佢咪幾好？喂，喺嗰邊喎。誒 ，stop！ 等下，喂，死靚嘅韓溝女。咁就唔係啦，唔使驚啊，做咩做乜嘢？我咩我聽唔明，我話俾你聽啊，你睇你油頭粉面，成個乸型咁點識女朋友啊？ 我俾我识功夫，你小心啲啊！我一手可以将你五马分尸啊，攞去喂狗啊！你知唔知啊？嘥气啊你！佢唔识听噶。而家同我翻译啊！什么？你们要把我五马分尸？你们是谁？国语，你以为我不懂啊？我告诉你，我是他的债务人 ，you know？ 不是他表弟，我们很久没有见面。 你想怎么样？
没有怎么样 ，sorry， 好鬼女士啊你。表弟你好，完全是误会，对不起。我表弟唔话俾我听，